现在有一个苹果，怎么样才可以给它平均分成三份？切一刀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榨汁儿，我让你切一刀，你榨什么汁儿？把我杀了，但杀了确实是没毛病啊，杀了就那啥了。嗯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嗯，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先来个皮孩啊，这样能追上他。然后我们三个兵，一个兵没漏，一 A 再 A 往前走，吃药 A 再 A 再 A 再 A。我就没明白你说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，在我选了猴的情况下，还敢玩个维恩的？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，这个兵你再能 A 到一下，就算我输，行不行？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之前见过？哎呦我天，你觉得就这个小鹿这种东西能有什么用？啊？你觉得就这种东西它能有个什么用？你在干什么？那文言一级你帮个屁呀，啊，二级啊，二级。没有想到两分钟二级打野居然敢野我，我属实没想到。这文音还没学艺呢，别看我们半管血，知道吧？他也不好使。我估计那莉莉亚可能还得来一波啊！死回血，我今天不带回家的，我不可能让你升到三级。把兵线控着，下边他干啥，他还得死。那猴都选完了，还敢选维恩？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一 A 扣，可以杀了。一 A W A 解放扣。你又过来干啥来了？你给我站那！哎呦啊！你过来了，你过来！一 A 再 A 再 A 打个棒溜躲，吃小饼干 A 接一个 Q， 又给我送 buff。来个三项，蹦蹦哒哒的。六分钟，看来我们的小饼干肯定是拿不着了。这不给回个礼，谢谢。我决定一会儿。给莉莉亚写个小作文，颁个好人卡。
我找他去。今天我野都不带让你打的，我不可能让你打野。我看你能跑哪去啊？上面的野区我承包了。哎呦啊，他居然鬼鬼祟祟的跑到了线上，我没想到。找他去，追他去。有妖气。算了，回去收线吧。知道我这波为什么不推线吗？因为他有盾，我们没点盐。我现在要想越塔杀他，可能会被换掉。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控一手线，让兵线多一点，然后呢等个点盐，这样稳一点。现在几点？马上七点。无影棍失败了，这不无影棍吗？都赖你，本来我有 Q， 这波直接杀他了。来，先耗他一手 ，EAQ， 滑棒溜走。好意。再见。一出 R 转起来，把不努力再转，让他交闪。杀人于无形。在这等着呢，他没有盾了，看他还来不来。Are you OK? Hello, thank you. EAQ 点燃 W 在 A 下，谢谢你的 E， 我闪现送个 Q 呀，这闪现咋没进内圈呢？这个莉莉亚升级挺快，你们没发现吗？她升级其实挺快，她六级了，我们才八级。哎，我们都八级了，我等级有点高啊，这维音怎么才四级呢？啊，俺们家1-18，这都一个人头是我送的，没办法，杀的人也比较的多。能力越大，死的也越多。EA 出段起来。麻烦溜，好幼啊！这维音，完了学错技能了，五级科目没学着。
把一血塔拔了吧。啊，一血塔是中间的。这波不打了。你以为我不打了，其实我是去吃口屎。你等一会儿啊。没死，那回家吧。上单为人就是个弟弟，不是是弟弟。上路是个猴，你还玩为人？你打他那种没有位移就行，他落手了。奥恩呢？盖伦啊？这莉莉亚好像有点厉害。有点厉害了，有点起飞了。狗头，所以你就这种的。俺老孙正等还有那卢锡安，那卢锡安都不太好打的猴，不好杀呀。他肯定搁旁边来呀。好的，真敢抓呀。啊，真敢抓呀，你是谁你都敢抓呀。我寻思你跑就跑呗，连我都敢抓，你是有点膨胀了呀。我一发现呢，这杀人了，这是怎么解决这猴蓝不够用的问题？魔宗，魔宗，我来一个。差一丝丝，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射中谁了？给谁给射了？给镜给射了。不行啊，不能结束的这么快，兄弟们，我们要在7:25的时候结束。我尽量看看能不能杀15个啊。这在这干啥呢？这在这翻啥呢？这去把这维恩杀了。WEAQ 怎么没触发征服者？不是收集者呀？那最后一下感觉血够了呀。最后一个 Q 感觉血够了，还得再 A 一下。
他们家投不了，因为进挂机了。先打个红啊！哎呀，这要没呀！你看，这是要没呀！快点，上路有个人头，赶紧过来拿 ！QE。抽钻起来，打不了 A 抽再钻，毙命点燃，有点肉，给我尿死他！漂亮！低不低呀、啊？哎呦，帅呀、啊！这把俺们0-18，我记得好像。完了，这结束的有点快，还剩15分钟，这可怎么整？来一把无限火力吧，无限火力现在还有没？没了。哎，这都没死。看一眼啊、哦，还有没有？我估计应该是没了，因为出小蜜蜂了，那不是新版了吗？出小蜜蜂应该就没了。给你们结个账啊！